饲养员小叶的飞机啊。我看这皮肤，吃点馄饨。他来了。这玩意儿可不好打呀，他跑的可老快了呀。这么细呀、啊！我要不然先点个三级 Q， 我容易拽不着他。德玛西亚碰不着，确实很烦。他有点扛特我呀。他放眼儿了，放眼儿了，放眼儿了，这里有眼儿应该是。我把这些兵啊稍微的清一清，别清太多，就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我决定先点个三级 Q， 完事我再学艺。我有征服者，你有吗？这不行，这得赶紧跑了呢。剑圣来了。他一定是在这里回城啊，我们马上过去看一眼。这波可不好清啊，这兵，这波要硬清兵可能会死。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在蹦高高还？你他妈给我死！腿给你打折还？我在跳，我在蹦高高。好，回家。我们赶紧来个攻速海。
先来个小攻速，一个小长剑。我觉得这英雄就应该删了，太贱了。德玛西亚，哎呀，这也能扣到我。我还是能追上他的啊。开始学艺，哎，这三级的扣移动速度加的是多哈，扣人也比较痛。解气，解气吧，解气就对了。这英雄太讨厌了，这减速我看看啊。哎呀，他能一套秒我呀，我就不上了，我们回家出小冰水的。其实直接出个风刺也行，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这把队友还行，红刷了，去还是不去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决定还是去一手，他正在控线，我们赶紧过去。过去剑圣来了，把剑圣一杀，哎，虚服了。挑弹别打啊，剑圣搁下路呢，把红打了，正好他控线，我们再去趟中路。上去跟他打，哎，呜呼，拜拜。千万不要省大招啊，这波省大打不死，打他个鸡，你把他打了，那剑圣野区都没东西了。你看，像一般别人要是控线的话呢，你可以先去这个，你可以先去别的地方看一看。死了吧？哎，完了，这边剑圣给我杀了！哎呦我操，这剑圣怎么从哪过来的？这剑圣？我以为他死了呢，那红 buff 没烫死啊。佛了，简直是佛了。哎，这波可亏死我了。啊，他主宰贪欲猎手，我说他咋没死呢？哎，可太他妈亏了，可是有点烦呢。可是有点烦人呢。刚这波没死，太伤了，
有点伤啊。本来我们能压他两级的那波兵我抽完，现在没了，聚聚了，现在就最多就撑死都压他半级。这就是上路的兵线，你知道吧？呀，一塔要没了，这是。两层被动，等他没有被动了我们再上啊，他肯定想过来补这个车，不给他补来直接把他大死。队友好像不太行了，中塔没了，我们赶紧把塔拆了啊。哎呦我操，吸血鬼吹破扣了。下面肯定有剑圣，剑圣应该没来。好，回家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拿起我的大宝剑，这皮肤不好用，感觉不得劲儿啊，这薛飞有点笨。真离谱，为什么没有晕呢？我操，八百块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八百块钱没了？赶紧往下走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往下来，绕一圈往下来。哟，这剑圣死的有点快呀。这个蓝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，知道吧？其实不重要。我生气的点在哪？你最起码你跟我说一声，你是不是？你要你就跟我说一声，你也不说。等剑圣来，在这等着。剑圣死了。对，来打 F 六，快快快快快！有眼儿吗？没有眼儿啊！剑圣在打石头人，你们说我等他不？我等他一会儿吧，我等他个十秒钟左右，他就到了。稍微等一会儿。四十五，拜拜！给我上来把这玩意儿杀了！啊，减速减速，没有意义吗？
看来是没有。这怎么死的？W 的哦 ，W 可以减这个东西的控制是吧？哦，对，可以减昏睡控制。嗨呀！这吸血鬼有点猛啊，我们先躲一手。这玩意儿能我也不起，拜拜。眼儿上蹲了，这里头有个眼儿。太对呀，发财了呀，这么多眼儿，完了，潘森上当了。兄弟，他这吸血鬼24声杀人书，咱们怎么跟他打，你说这明显是跟他是打不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波啊，在这等。这个维鲁斯很有可能就会过来，在这等。要杀就杀吸血鬼。必须得杀吸血鬼啊！不着急啊！这吸血鬼25层杀人书得单带呀，这不单带吸血鬼有点无敌呀。等我带啊，等我带，等我带，等我带。这吸血鬼可太猛了。去抢龙，抢一个瞎子！剑圣死了，你只要死，那个能把龙抢下来，死不死无所谓，把龙也没抢下来。先把红打了，不打红了，我们去下路单带。趁大龙没刷，赶紧去下路带啊！这把得去下路带线，不带线这就有点费劲了。这吸血鬼有点无敌了，电刀啊！就这把就打成这样，还电刀呢？想不想赢了还？在这扫描一下啊，没有眼儿。好，维鲁斯可能要过来。这人他稍微是有点多啊，这波三个人，吸血鬼一个人，打俺们家队友五个，四个。快跑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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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还没轮到我们能一打三的地步。这波可能要被二打四了，赶紧拆塔，
这个泰坦直接不用管他啊，直接不用管他。真肉啊这。哟，这人这个多呀，泰坦把我杀了吗？那还行吧，没办法，现在这队友四打二打不过，有点难，薛微有点难。小龙两分钟，先把这打了，好R闪，这吸血鬼不杀不行了是吧？有没有控制把他杀了？薛微是有点难办，那安妮儿没过来，不行，安妮儿没过来打不了。什么时候能把这吸血鬼杀了呀？没事，我有打法呢。去后边断线。直接让对面没有兵线，这样他们就推不了塔，知道吧？我们过来杀吸血鬼啊，试试看。我估计他们肯定是杀不了。我必须得留大招把这吸血鬼给杀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追不上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能追了，这再追死了。你给我死，把剑圣给我杀了。跑的是挺快，小龙小龙，快快快，太追呢，他怎么还死了呢？死了是有点骚啊，这还死了，天哪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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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兵线清了，然后我们回家啊！现在我们十五级，来个小板甲，我们机动性就会快一点。过来守塔，先把莉莉亚杀了啊，最好别放大，我们杀吸血鬼必须得有大啊。他死了，你还不走？你能跑得过我？我给你一刀，大龙！呀，后边剑圣，剑圣！
你爬，你他妈跟我赛跑，你跟我赛跑，今天我能让你跑得了，我就不叫蓝莲汉，除非有跳弹，没有跳弹你就给我死。我看你怎么跑得过我啊！我给你一刀，可以，过不去了，可以上。算了算了，别上了别上了，我们打大龙好一点，其实。我得回家出无尽了，你们还要推中吗？推几波推不下来还推？一个吸吸了半管子血，哎呀我天！我可以把维鲁斯也杀了，哎呀，但是有点难啊。安妮儿别被抓就好了，安妮儿被抓了，我们没有控制，你知道吧？也行吧，大龙拿了就拿了吧，没事，高地没掉就行。剩下的来点魔抗，小龙马上刷，我可以把他们家后排全杀了，但是没用，不杀那个吸血鬼我们赢不了，我们只能把吸血鬼杀了再去追人。或者这波先单带一手啊，我们单带基本上现在是无敌的，单带拖他们家一波，把对面给拖回来啊！剑圣跑来跟我打，我一瓶也打的一千多。来来来来来，稍微有点卡呢，怎么？走了，不能再推了啊！把对面拖住了，把中塔推了，快把中塔推了，中塔很重要。哎呦我操！这家伙，这他妈的吸血鬼一个 A U E 把我们家干没了。GG。 鬼子哥，这玩意儿还是比盖伦厉害太多了，英雄问题你知道吧，这玩意儿一杀起来比盖伦狠多了。我们要是个卡萨丁，这把就能随便杀，没办法，盖伦也就能这样了。
嗯嗯嗯。